OK， 就这样。你是不是这样反而不知道要讲什么？我这样扶着好了。好，开始我们的这个环节。我们好像玩笔仙，就一定要扶着一个东西。笔仙呢？等一下，你这个没有看。我已经看了，我已经一直在录了。不是我说没有看美颜，对不对？你不是不给吗？是为什么皮肤会这么好？我不是关子，真是不能怪我。等一下，我还是有痘痘的。这还没有开美颜呢、啊，真真不怪我。啊，连我的痘都拍不出来、啊。等一下，是手机的问题。来，你不是没有痘吗？你让我手挡看。我有痘啊，我有痘。有拍到痘啊？有啊，有。好了，不要特质。你知道你说不开美颜，我真的是纠结了很久。就不想开吗？我可以，我为了你就不。我觉得你很美。不用，不用开。果然掉。你还好吗？你我觉得这个这一期会非常的精彩。精彩的点在哪里？我一直都没有在拍，然后你都不让我拍。终于有机会让我做一次谐星，我小时候梦想就做谐星。你开始立马讲真心话是吗？我说今天很精彩，然后从小就看我猜我猜长大。我也是，我那时候的偶像是吴宗宪。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要不我帮你拿，会不会累啊？不会。肯定会松嘛，你卡这好朋友。哎，卡着，卡着，我们也是。我知道卡这里好了，卡这里，OK 了啦，真的不会掉这次。可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机器，我应该会被我玩坏。这个视角你 OK 吗？我没有都没有看美颜了，你干嘛在乎这个？我怎么都 OK。真的怎么这么？我可以特写你的痘痘，然后你一直讲话，然后我就只拍你的痘痘。我也不介意。好吧。你知道吗？我在英国遇到一个同学，他之前上过我家，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等一下，大陆的人，台湾。哦，上过我猜哪家？他上过有一期就是小小发明家。哦。对，因为他爸爸很爱搞发明。然后他爸爸就带他一起搞小小发明家，可是那个我猜上面出来了，很多人都后面会走那个艺人路线。哦，真的吗？很多都是要在我猜出道的。有谁啊？很多明星都是我猜出道的。有谁啊？反正我记得好几个，我有点记不得。真的吗？就是他会什么我猜那个谁林依晨。林依晨是说林依晨是我猜出道的。他是有一期是讲说那个地铁里面遇到了一个妹妹还是说长得像蔡依林。真的真的，你们不信可以去看去看。哦，真的。我看哪里啊？等一下，哪里是镜头？看我掉。哎呦，所以哪里是镜头？这里。然后后面你说这一期很精彩，然后请结果回去一看视频，全部都是我们的那一打哈哈，结果完全没有再聊。我们就没有聊很认真，我们刚刚有聊，但你没有录到，是关于流星别。我没有在录，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摄像头。对，哎呦，好尴尬。好，那你可以开始了。啊不，这个不能。他罢工了。罢工了，这个不能吃，这个得剪进去。我放弃。变身。你确定吗？你再来一个变身，然后我帮你变身。流星比我刚才是什么？女生男生？对，就所以我现想说，请问您现在是？不知道，怪不得你刚变身了，每一秒都在变化，这么夸张？开玩笑啦！那你不要开玩笑啦，本来大家都混乱了，你还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归随自己的心。可是你会就是有感受吗？就是说我现在当下这一刻，我到底是什么状况？不确定，还是任何时候都不确定？还是说你其实有确定？大部分是不确定。大部分我只是以一个男性的身体在生活，就没有在想这个事情。对，我没有在想，但是有时候，对，但是有时候我非常渴望能够变成女生，就是所以想要去保持左侧去哪个？可以讲吗？可以讲。对，就
是我也，我是说你看我，我是开玩笑，你是真的一直在看着我。然后镜头讲话就是要看对方、啊，可是镜头的时候你就，哎、欸，你的眉毛是偏亮了，是经常会有人这样问啊？对啊，然后有的我读书的时候，有人还说可以摸一下吗？我说你摸就摸，油油的，他当时说是油油的，油油的倒不觉得，我只是想摸你的脸而已。你干嘛？你刚好有种抓狂的感觉，好像是被人猥琐那种感觉。没有啊。嗯。哎、欸，我们今天情侣装哎、欸。对啊，我们今天是情侣装。刚才有说钻戒。哪有人穿一身黑钻戒？就是就高级的、啊。高不可攀。钻戒还有高级的吗？有啊。你怎么那么了解钻戒啊？没有，我觉得应该也是要分等级的吧。好，这句话好像也没错。为什么我最近跟很多人聊天都讲到钻戒？我帮你拿吧，我觉得很累。不会啊，你不要这样直直的望着我的眼睛，我真的会尴尬。哎呀，哎呦，我拿吧，大家换着拿好不好？好，十分钟、五分钟的换一下。笑死你！这样好。坐过来，什么都看不清。我们要一直录是不是？没有，没有要一直录。谢谢。嗯。哈哈哈哈。好，现在喝水。很棒哎、欸，我觉得这个背景很好哎、欸。干嘛？我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吗？我又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性取向嘛。就是你性取向其实不在乎那个灵魂的，性取向是在乎 body 的，就是只要 我说我哦你，我觉得应该所有人都这样嘛。只要他的 body 是你的性取向，不管他的内核是怎样，你都会被这个 body 所。真的吗？我也不好意思了，你知道。可是我经常会，哎，我真的没有看美颜，所以你要说你为什么没有痘痘都不关我的事情。真的没有看美颜。我要走后面。你刚不是说给我吃吗？那你要喂我。没关系，来来，我就喂你。我这个脸皮好厚的，我的妈！这么大一个。要掉了，我真的是开玩笑。为什么问你这么尴尬？我做完了，再来。我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自己？又没有工资给我。再来，我温柔一点。不要，我真的是开玩笑。哎，我还想问一件事情，你之前有说你的。你性取向20%是，那个20%是未知还是什么？未知是指什么？因为你不确定啊，你说你对女生并不会有性兴奋的。嗯。那20%是什么？就是对女生啊。没有，我们说是性取向嘛，那哦，你说我的性别身份？不是性取向。哦、所以那20%的话，柏拉图式的暧昧，那就不是性取。哎，等一下，因为我最近你知道吗？我出了那个27种人之后，有人给我私信说，啊，不是私信，好像评论说有无性恋这个性取向。嗯，然后无性恋它会有一种讲法叫做无性恋浪漫，什么浪漫无性恋性取向女，或者是浪漫无性恋性取向男。真的吗？嗯，然后他说的浪漫的意思就是我对你没有性兴奋，但是我会有想要跟你产生一些浪漫的那种。哇，我可能是这一个。所以就如果把那个也套进去的话，那你可能对女生的性取向是无性恋的浪漫性取向女。我有没有很厉害？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厉害哦。我说我好厉害，然后后面的人就一直忙着。
望着我说什么情况。但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我只是觉得说听他这个描述很像，因为我也不了解他。他就很神奇哦，他不是性功能有问题哦，他是真的就是我就是没有性的欲望。对，然后他可以跟你那个，但是他那个之后他并不是说我对这个有兴趣才那个。你有些人，因为很多人会在生活中做各种各样的选择，那这种人他并不一定说不会跟别人发生关系，也不会说不结婚，也不说不生小孩，但他发生但不代表他是有享受这个过程，我会觉得很神奇。然后那天还跟一个人聊天吵架。你吃那个玉米，我去拿纸巾。嗯，没事。我还跟那个人吵架，就是因为他就跟我说你拍那个没有人看，他就说27种人呢，他说哪有人会想那么多，他说就是你只有男生跟女生啊，为什么会要看27种？我说不会啊，我身边都会有很多人就有共同感，因为他们探讨太多，因为他们不是来跟你探讨。对，然后他就会说，就是因为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世，就整个世界嘛。如果你们看，然后过来跟他吵架，真的是。干嘛？好可爱。他不是跟我吵架，他是让我多拍一点内衣了。就有一期，我在试一件湿衣服，然后试内衣那个，我知道会有男生会那个，但是我没有想到99%都是男生才看。所以我以为是你，他只是纯粹是为了你肉体。对，然后结果他就说让我去拍多点那一个，然后我就觉得，对，我说那我还不去拍一个。Shame，Shame。对呀，然后我说我拍这个，我就是为了探讨一些事情，我并没有说有太多，就是为了完全是为了吸引什么点击量啊什么的。对呀、啊，我觉得那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觉得你在很认真的去做，对呀、啊，你在很认真的去做。然后我觉得没有人看的时候，我内心也很难受。他居然还跟我这样讲，然后结果他就很委屈。他很委屈。嗯，他觉得他在给我很认真的在给我意见。我这样一直录个视频来这样讲他好吗？爱你哦。没有，这就是可以录视频的好处。你如果看谁不爽，可以录个视频先说他。你有没有说哦不爽的人可以说可以啊啦啦啦，就算没人看也可以，就是骂脏话，反正对啊。曾经我很在乎很多人，然后想跟你们做好朋友，但是你们。如果你们不愿意跟我做朋友，然后觉得我不够格，没关系，我自己过得很好，谢谢。有这样的人吗？有。不够格是怎样啊？这可能觉得我跟他们不是一个圈子。你说名媛圈吗？没有，不是，就是朋友。给他掉吧，我不想讲了。有。点到为止。有这样的吗？就是有。但是我交朋友都是一颗真心啊，不说真的，哎，太做作，但是真的。我真的还没有听到，我真的没有听到过哪个，就是不管是朋友什么，就是他的理由是说我不要跟你做朋友，因为不够格。他们不是这样直接跟你讲，就可能就是默默的就。那会不会不是他们不是这样子？好吧，也可能是啊，我只是开玩笑，我只是表达我的观点，没有什么事实。就为了不合你。好吧，哎，你干嘛要这样哎？你是很讨好型人格哎。我以前也是讨好型人格，可是我现在就是我就是要做坏人，就我要练习我自己，就比如说别人说那个谁谁，哎，你很坏，我以前就会哭。我真的就会哭，我就会觉得很委屈啊什么的，我就会很想跟他解释，就说我没有，我是好人，我真的很好，我又善良又单纯又天真，人品又好，就是我自己内心可以给自己一个这样，让想让别人这样觉得，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这样，可是后面发现这样其实很累，真的很累，所以后面如果别人说我很坏啊，说什么一些什么，我以前会在乎，现在就不在乎，就是不要去在乎不在乎你的人，对。因为人只活一辈子，为自己开心就好。我突然发现
就是因为刚才那个镜头好像是偏的。那你近一点。不是，就是你是在那个边边的。没事。我刚刚讲什么？我没有办法看他的眼睛。我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当我单身了嘛，就我单身很久，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在建立一个保护的机制。你单身多久？快一年了。对我来说很久了。我算一下我单身多久。我错了，对不起。为什么又飞过来了？弟弟。大家一起吃饭聊天，然后有陌生人的情况下，我会变得很会玩，就是很大胆，很会玩黄段子，就是会讲那种什么，这根杆子真的好硬好长哦，然后就类似这种，就是一点都不，哎，人家讲黄段子，哎呀，我现在说不出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是，我就觉得你很认真的在讲，这是一个很长的杆子，没有，我现在它的质地非常的硬。我现在讲不出来，我没有感觉到你有。我现在讲不出来，可是我真的会很开车，就会把自己塑造成那种好像经验很丰富，然后很轻浮的人。可是对面的人有觉得你有这样的人，他会觉得你很，他们会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对，真的吗？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你想多了。没有，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我真的是很就从来没有干过那些什么事情都没有干过，但他们可能就觉得说，等一下，你的黄段子是说你干过很多事情，但实际上你没有干过。就是我类似的黄段子就说什么技巧的多，就类似会有，就是其实没有。那个是真的有。就是类似什么什么白色的什么，哎，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讲什么。白色的是什么？哎呀，你太单纯了，不讲了，没事。就是我是发现说自己，哎，我还蛮想聊那种，就是因为我也会好奇的那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应该播不出去，但是还是很想知道。说回刚刚那个话题，就是，白白的东西吗？不是，就是我还是没干的东西哪里？哦，我忘记了，就是一定要有人开车，我才会跟着开，开得很狠。我有开啊，我已经在开了。你的速度有点慢哦。我是，等一下，白白的是那种 ending 时候的东西吗？是啊。我以为会更高阶一点了，那就没什么。没有，我只是说而已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建立一个保护机制，就会让大家觉得我是非常的惊艳，或者是非常放荡那种感觉。我用这个词，然后放荡，可能这种角色会让我觉得更好的融入到一个环境里，就是因为其他人很放荡，不是因为可能大家不了解我，然后我又不想让气氛尴尬，然后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不讲话，我就会很冷，就会我会很 nice，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跟你，就我不会说哎，对，好久不见，哎，或者说哎，你在说某一个人吗？我有遇到这样的。就会跟你一直在讲，会很干，然后我就会想说，我这样子可以炒热气氛，或者大家就不会跟我靠太近或之类的，我也不懂。但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很放荡的人，就是我是很好，你不是很放荡的人，就很认真啊。我理解。但我现在开始觉得不能这样。我也觉得。对，这样别人真的会误会你，啊。会误会我。然后有，曾经有人就问我，就是说朋友之间不可以那个。他的意思就是在想给你那个，但是我就会在套我的话。嗯。然后我就说不可以。就是他想跟你那个。他说你那个过吗？我说我从来没有那个。到底是哪个？我跟不上。
就只是发生关系，但是不发展感情。对，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应该很多人会想跟你发展感情吗？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不是现在主流的审美吧。明明就是啊，就帅到不行啊，真的是你，啊、你真的就是帅到。然后我也很，但是你是真的瘦，真的比我想象中的瘦一点。但是会不会你就是帅啊？那可能他们想要更多。我知道，一直都喜欢肌肉男，就是那种主流的审美，肌肉的、帅的、胡子。可是那其实就是你的脸再配上肌肉，就是他们的完美型。但愿吧，但我不想为了迎合大众而改变自己。对，其实你不是没有，其实你有肌肉啊，并不是完全。有一点，我是有啊，但我不是那种壮的。然后我当初，我前男友他很想要我变壮，就是变壮后他想要，他自己就是那种，但是我就是觉得说，我有练吗？我有为了他去健身，是在家然后锻炼，为了他改变自己。对，但我后来发现，当我认识到自己的性别之后，就是认识到我不能被定义为二元性别，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也不用再定义自己。就不用为了迎合大众，迎合他去改变自己的形象。我觉得我这样真的很舒服，这就是我，这就是你，放放的。对，真的好好吃的雪糕。但我有段时期也是很，就是想不想迎合大家，然后我就把自己剪头发剪得很短，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觉得我这样就应该是很女人的那种。然后很大胸，然后一定要很娘，也不是娘，就是很女性化。对，然后我就有一段时间我把头发剪了，我像爱上超模那时候其实已经很短了，然后我后面还剪得更短。哇哦。我就想要打破那种感觉，我现在我已经年纪大了，所以我又想要回到那个，所以就是我觉得哎呦。就不要为了迎合而迎合吧，就自己开心就好了。这其实如果你想要了，那你就去做，对吧？对，就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好。因为人真的只是活一个短短的一辈子，为自己好，为自己开心就好，对吧？真的没办法看你的脸。哎，那天就昨天晚上，圈姐是圈姐吗？圈姐是谁？那个，你介绍给我认识那一位。小米吗？对，小米昨天晚上小米他发个朋友圈，然后我看了，然后他有一段话就是说，就是活着就不要有遗憾，然后就等你死的时候也不要有遗憾，就是轰轰烈烈的。他发了这段，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就说有一位父亲得了癌症，然后用3年的时间去给自己的小朋友拍照片，然后他就说就是类似于活着的时候就不要怎么样。我也觉得，可是很多人都不是这样。对，我以前不是这样，但我现在有一点就是觉得说，我们就要去做自己想要做，开心的。反正我觉得就不要太极端，也不要对对对太不要太极端，然后不要太对，就合理，合理。对他走了吗？你怎么那么帅？你过来，你过来。哎，你真的没有觉得自己很帅吗？我觉得我自己能看，但是没有帅到那种地步。虽然说我很爱发自拍，但我发自拍，我只是觉得说能开心啊。能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还长得还可以，还能入得了眼。那其实真的是一般，就是觉得长得好看人都会这样回答。你是男生表白多还是女生表白多？什么意思？就是跟你表白的人。男生女生都有，但是数量都非常少，我可能一个手可以数过来。真的假的？跟我表白的呀，对啊，就当我面表白或者私下表白。哦，当你面表白那是真的挺多。没有没有，当我面表白可能就当着我的面亲口告诉我。一般没有人敢。没有三个人。没有人。三个人都没有。没有人敢当着面表白吧？为什么不敢啊？就是比如说，森磊，我想跟你在一起；森磊，我想跟你在一起；森磊，我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说、啊，哎，我愿意。哦耶！就是说啊，
就是我愿意。那不然私底下跟你发信息，心磊今天很开心，可以。对啊，都是私底下说啊。哦，也对，万一被拒绝怎么办呢？对啊，就很尴尬，哪有人敢、啊？是我太单纯。没有，是你太自信了，没有人敢，真的没有人敢。等一下，我们刚讲全裸。我们刚讲全裸，对。全裸。对。是。嗯。我在做作品的时候，我可以裸，我也不会怕，我会怕啦，就是，但是我就是可以裸。你是多少人在看呢？我第一次裸就是很多人，有十个以上，十个左右。十个。嗯，十个到十几个。对对对。就是第一次上课，然后我就裸，那是第一次裸。第一节课你就全裸？不是不是，就是啊，说错了，不好意思，口误，就是。第一次全裸、嗯、然后那一次就是当着同学的面跟老师的面，那以后见面不尴尬吗？不尴尬，因为我第一节上课的时候也有女生也裸，她不是裸，她是穿了一套西装，像我这种，她就把腿打开，然后就是真空，对，然后她做行为，然后哎，我突然觉得好、哦、这个课程然后就这样子啊，这样子是什么意思？有个胶带在里面，他就一直在扯，把它扯出来。我在想这段话的会不会举？这个应该不会被举报吧？我们在艺术探讨，人家不 care， 没有人听到是不是？但是他是把胶布塞在他的那个里面，然后再把它取出来吗？对。这样健康吗？但是他好像我不知道痛不痛，痛啊！我觉得会很痛哎、欸，很痛，应该会很痛。会受伤吗？割伤那种？因为之前有一位女艺术家，她也是这样做的。她是比如说行为艺术上还蛮厉害的、嗯、外国女艺术家。她模仿的？应该是算是致敬，嗯，这可能是一种致敬，或者是相同的原则。然后她应该会很后悔吧？然后我第一节课就有被冲击到，就是我知道说，我也觉得很冲击，就是裸体就是很 OK 嘛，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第一节课大家就已经。而且你想，你当时。你是他表演完之后你才决定要去做的吗？还是没有没有没有、嗯、那也你都要裸了你为什么还会觉得冲击？但是我之前没有裸过，而且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我可以做行为，但是我绝对不要裸，就是我也像你说的那种、啊、为什么我一定要符合，就是符合他们、嗯、就是顺从这个潮流、嗯、因为你知道在国内这行为艺术就很被误解嘛，有些情况都会误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要，但是后来我又要。对，为什么你会想要裸呢？我觉得我裸是出于作品吧，就是不同的作品，然后你的身体作为一个媒介，那有必要的情况下，我就会去除其他的干扰，或去除其他的不必要的因素，比如说衣服和头发或者之类的。哎，那你觉得你能在多少人面前裸？最多，我觉得人数没有关系，上千人没关系，上万人没关系。至于我那个作品，我知道你的职业做什么，就是只是万千宅男宅女的那个盘里面的明星，就只是在于我那个作品。如果我那个作品必须要裸。我就会裸，不管观众有多少人，但是观众一定要筛选，就是你要比如说18岁以上才可以、啊、对，我刚刚没有录，我们刚才聊什么东西全部没有录进去，没有录进去，因为我看他那个真的有在跑戏、嗯、有没有很伤心？有一点，但我忘记刚才聊什么，聊得非常精彩，可是那些都放不了。真的吗？嗯，就是过不了审吗？对啊、哦、，B 站我以为 B 站会很开放，结果过不了。微博我都放了，然后现在 B 站就不可以。他会听吗？我不知道，他们就过不了。他会很精确的说多少秒到多少秒之间这一段内容不可以。然后我后面就是不管是打马赛克、消音，他都不可以。所以我干脆就放弃，我整一段剪掉。所以对那一段，可是那一段又很重要，就是讲到那个事情，就是你说那个。你以为会没有的事情，就是你以为会做手术就没有感觉吗？哦，那个就不行。嗯，
所以到底好，我们私底下聊，反正这个也过不了审，就不要录，大家懂得好。那跟观众讲一下，我们刚讲什么？他都过不了审，你这个都过不了审吗 ？Excuse me， 讲了这个，这个的这个方向，这个，就这个、这个可以讲一下。他们说要用象形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一般是这个嘛，但是这样子一点点。还不错，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真的，你这样懂的人自然会懂。但你在讲吸管吗？对啊，吸管啊，有温度的吸管，它可以吸出东西来的吸管。你看我就会开玩笑，但这个还好啊，对不对？我现在有点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热了，我的大脑跟不上吸出东西还是什么鬼。吸出东西来，是一种奶茶吗？我突然有点不想喝。啊就是、甜甜的，咸咸的。甜甜的，咸咸的都有，真的假的？芝士奶盖。好了，我错了，对不起。我好饱、哦，真的。我突然觉得我这杯我有点喝不下。对不起。我们还要，我们刚才讲的什么？我、哦、脸好热，我的妈哟！我知道为什么光线好，因为对面有个那个。对，你不是说不能打广告吗？你还是念出来。对面有一个那个。对面有个手机店。他们在拍什么？是手机啊。他们在拍短视频吗？对，应该是宣传的。还有那个打光灯啊什么的，好专业哦。